然后那开始玩喽，是说他们的宣传影片有日文的。正式版的躲炸弹到底有多破坏体验呢？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了。好多尸体，怎么那么多人受伤？好可怕！阿成，阿成，
阿成是谁吗？出征门牌，目前都跟 demo 一模一样。所以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桥段是不是要来了？大家众所期待的。众所期待的躲炸弹是不是来了 ？Oh my god！ 荣挺好远啦！哎、欸，你们看 Kiyoko 已经摆出战斗的架势了。坏姐姐来了，坏姐姐来了！压什么压？我记得这个凡人的小孩，我想起来了。我记得这丢手榴弹，把石头当手榴弹乱丢的小孩，你怎么用石头丢人啊 ？What the？ 这桥段为什么跟 demo 一模一样？心好累哦。哦，我记得这段很心累哎。呀、yeah, ，你再给我压压看哦，你再给我压压看。哈，气死！气死！敢不凶？到底是什么问题？啊，这边过不去。你不要骗我说这两个木箱你爬不过去哈 ，Kyoko。哈，自细汉就在讲白痴。狗狗狗狗，我警告你不要过来哦。呀，哎，不可以欺负狗狗啦，坏小孩。怎么这样欺负狗狗？我一个小雨伞，咱两人做阵拿着一支破雨伞，一支破雨伞。我这支破雨伞要保护我跟狗狗哦。Oh my God！ 我哎，是说，我现在直接用雨伞把它打昏，好不好？你知道我在帮你，真可爱。狗狗救我，狗狗救我，狗狗跑过去了，狗狗咬它。为什么这跟 demo 版完全一模一样啊？坏小孩的对面，他就是小昭老大说的坏姐姐。赶走他，赶走他。为什么我是坏姐姐？小昭老大又是谁？坏姐姐去死！不准过来！哎、欸、，Watch your language, kid！ 狗狗快跑！这桥段要进行到什么时候？这一开始就这么闹哎、欸！当初那个玩 demo 版很心酸的回忆点滴上心头。What the？ 呀呀！你们两个是复制人是不是啊？我的哎哟，不要再丢石头了，气死哎、欸！哎哎哎哎，很难哎、欸！哎、欸，你还给我硬直哦！哎、欸，被打会硬直啦！狗狗死掉了，狗狗死掉了！你这比只狼还难哎、欸！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比吃狼还难？狗狗的生命值只能被石头敲三下吧？然后我不止要雨伞保护自己，我还要保护狗狗。狗狗死了我就 game over。而且源自日语发音，但是其实我跟你们说，吉古拉跟那个竹轮的日语发音差很多。竹轮日语发音叫吉古瓦，吉古瓦。不是吉古啦，吉古啦，但反正就 类似啦，嗯，感觉这个可以拿给那只 小黑狗吃，它是跟着好像日出一样，搞不好那个狗狗就叫阿成啊。台湾传统小知识，哎、欸，狗狗嘞？嗯，狗狗怎么没有过来？
公公，我自己就自身难保了，你还不跟过来，我还要回去找你呢。哈，我还要拿小红伞保护你哦。Yo, dog。这啊，不是啊。What the？ 为什么？狗狗你要更好哎，狗狗你长这么大也该独立了。那些小孩跟小昭老大到底是谁呢？我在找阿成，你要陪我找吗？探寻阿成的线索。嗯，我不能跟他讲话。对啊，当时独立的狗狗啊。然后你们知道，别的狗狗在这个年纪都已经出外赚钱了。嗯，别的狗狗在这个年纪都已经大学毕业出外赚钱了，你知道吗？左右通道快炸开了。嗯，那只狗狗感觉跟刚刚的小黑狗根本就同一只吧？还真的就是你，没有要铺陈，没有要埋梗，就是你啊！你是我小时候捡到的狗狗，也太巧了吧！你叫小黑对不对？好随便的名字。我是黑色的，当然就是小黑哦。难道就是小白吗？那个男孩是阿成吗？他取回记忆的过程还蛮随便的，狗狗的名字更是随便。你不是台湾人吗？怎么去念日本人学校？就突然就给我们个凤梨罐头。与那岛，与那国岛。哎、欸，大家一直拼命给我东西耶 ！I'm such a lucky girl， 每个人都给我东西。蓝眼睛人偶。怎么会有人把人偶放在垃圾桶上面？哈，那是诅咒人偶吗？他刚刚是不是笑了？有点恐怖，放回去好了。掉掉的。那这桥段存在意义是什么？这桥段存在意义是什么？这人偶之后还会有戏份吗？小黑，我们赶快走。会不会走了300公尺，发现人偶在我后面？阿祖啊，你还乖啦！是阿祖跟阿姨。帮文英阿姨排队领配给。
导游赏酱油。哎哎，佩吉应该是在后面。他不能跑步，哎，他好像只有在仓库翻跟躲炸弹的时候可以跑步，平常走路也太不疾不徐了。排队凶，准备排队两小时。汪汪在吗？汪汪在吗？我刚好看到汪汪，我觉得这个桥段汪汪一定要看到。汪汪，那个你的年终奖金，那年终奖金要来这一领哦，哦，知道吗？汪汪是什么八角？香蕉是奢侈。哦，我知道。那这个就是汪汪的年终奖金加三节礼金啦，年终奖金是芭蕉，年终奖金加三节礼金就升级为香蕉了。只有一根香蕉吗？不好意思，社畜只能拿一点点香蕉。把香蕉拿给文英阿姨。香蕉，谁要吃香蕉啊？烂香蕉，去死！哎、欸，那是人家的年终奖金哎、欸，年终奖金加三节，要羞啦！你怎么把香蕉丢在地上啊？妹妹，这样不好，你妈妈也是怕你饿啊。关你什么事？熊，你把香蕉捡起来，不可以这样。反正你以后年终奖金也是领香蕉。我不要，跑走，熊。我丈夫死在战场上，我一直隐瞒他，但还是被他知道，他很生气。原来如此。阿如，阿如，你该不会是百米赛跑选手吧？年终奖金去死，好坏哦，那小朋友。小黑，你还记得妈妈吗？小黑想说你在对一只狗讲什么？谢谢你，我们。请问小黑刚刚有讲什么？你在谢他什么？小黑刚刚是跟你说，听听你自己在对狗讲什么。你是期望一只狗可以回你什么呢？哦，这个战斗架势，怕，好像要躲炸弹欸，我想起来了啦，要躲炸弹啦，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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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仓库翻。每个人都叫我坏姐姐。我看一下，谁？卡迪有多少吗？七周年第一个月，各位晚上好。因为个人是有 V85，感谢85个月以来确定哦，恭喜八十。
欸，恭喜七周年。算了，我先看到这边好了。我有个疑问，这个这么小的妹妹为什么可以这样直接跨越过去？我身为一个看起来至少有读高中生的姐姐，却要仓库翻，这个是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跟她一样直接跨过去就好了？被卡住推不动的，你跨过去就好了啊！这妹妹不是跨过去了吗？你也可以啊，不然小黑跨过去也可以啊。这是可以推还是？不行吗？这个段落跟那个跟 demo 一模一样啊！Yo kid， 开始轰炸啦！我们要赶快跑进防空洞躲起来！天啊，大姐姐好累哦。阿姆哥阿姊，我已经做美牙啦。阿姊阿姊也想回家，阿姊想回家。那你跟着小黑，他会帮你带路。Oh my god。那阿姊呢？阿姊要回家了。天啊！不是啊，他的那个指令任务目标怎么没有更改？我已经追上阿如了啊。防空洞就在那里，太好了。啊，他果然就是要叫我们走要轰炸的路线是吗？好，这要推回去啊，不能过。可以吗？我不行啊。哦，推这里，推这里。哦，果然就是要你从那个轰炸的起点开始啦。丧心病狂。姐姐要变成天上的星星了。What the？ 快！谁死了？谁死了？是有人死了 ？What the fuck？ 不是，你好意思说我死于空袭？我整个人鬼长呵呵站在这里，你跟我说我死于空袭？我刚刚听到那个哀那一声，我就想说死了，是不是阿如死了？然后，姐姐心好累哦。姐姐心累。等等等等等，他们是不是要被炸死了？你们在哪里啦？哟，阿如你在这里会死掉，我真要被你气死。阿如你要躲啊！等一下防空洞，我要带他去防空洞。防空洞在哪里？我的重生点在这里，离他很远呢。防空洞在哪啦？是不是这里？
阿如，你们看阿如的动作，你们看阿如的花式死法，很唯美耶。阿如高举右手，第一排的朋友们，把你们的右手借给我。啊，重生点在这里。你们俩真是要把我气死哎！嗯？等等，哎，防空洞到底在哪里？哎、欸、，OZ 安安哦，真的很哈扣哎！我现在有点呆滞。阿如过来，快给我过来，阿如 ，Hurry，Hurry， 快点，你不要再死掉了！天哪、啊，这个比《恶灵古堡4》的 Ashley 还可怕。哎、欸，快快快快快快！哎、欸，完了，他们要死定了啦！完了啦！完了，完了，完蛋了！又是这里，又，又过来啊，大大，过来，过来，大大，过来，过来。哦，好像狗狗走，阿如才会跟着走，所以我左右键都要点哎、欸。如果我没有点右键的话，他们就是会在原地发呆。没有，我点右键，他好像也是在发呆，但好像走的有稍微快一点。这个游戏，特么也太哈扣。而且游戏任务一直在追上阿如，阿如已经在我后面了，我不用再追上阿如了好吗？阿如已经不是我人生的目标了。嗯？哦！快快快快！快过来快过来！大大快点过来！大大，我求你，大大。所以那里有什么东西吗？那应该就是让他们在这里待命吧。然后我走地雷区，我走摇滚区。吓坏！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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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显然是要叫他们走这里。Go! Go! 快！你们可不可以用跑？你们可不可以跑起来啦？不要那么老神在在，我要被你气死！哎、欸，哎、欸，不要跑回去，不要跑回去！还要帮他开路，然后再让狗狗走狗洞。欸、狗狗不要回来哦、oh, finally 终于我进来这里之后我不要再出来了，姐姐已经累了，姐姐走不动了。他真的就是逢人便问，
请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阿成的人呢？阿成哥哥吗？他人很好，很会画画，居然认识。可是小昭老大说你以前一直欺负他。狗狗随地尿尿模拟器。我差点以为他有配音，原来是我的幻觉。小黑快回来，我们要回家咯。外面好像没有一直爆炸了，那我们回去找你妈妈吧，赶快回去找吴英阿姨。妈妈不在荣庭怎么办？我记得那个试玩版就只有到找到他妈妈那边。嗯，这是我的素描画，日期是去年我的生日，是谁画的呢？我记得文英阿姨已经，以为她尿在墓碑上，莫名回忆杀。来聊天吧，你认识阿成吗？然后人家问他阿成长什么样子，我怎么记得阿成？我并不记得阿成长什么样子，但是你记得阿成吗？那边有什么东西吗？好像只要走到一些地标就会开始头痛。斯文的年轻人会是阿成吗？阿成是不是也在找我呢？啊，果然，跟 demo 一样的剧情。阿姨已经。阿姨现在是，她受重伤，流了很多血，可能就不活了。结果不能跟他对话。果果笑得像个孩子。先别管这个了，你知道阿成吗？你说阿成的长相，我怎么会记得呢？
没有路耶。真的这方案，小黑等于就兴奋地掉出一根刚烤熟人腿，吓死人。不去。哎，为什么好像有人哭得很难听？阿姊，因为先生哭到很难听，你敢不知道他是怎样？这位是 RHEAYEH， 感谢你的订阅，欢迎加入温馨的邪教台，大家100分刷起来，感谢新朋友加入哦。阿姊，那位先生哭到很难听的啦，你敢知道他是怎样？唉，他对美食沙漠新竹在找Beyonce，喂喂，他在大圣堂附近被炸死，他一直想找一个浅褐色的发夹，应该是定情信物吧。先生，你笑，你哭的真的很难听。小黑，你可以帮忙找吗？帮忙寻找浅褐色发夹。我们是工具人，是不是？我们是一开始就是拼命的在帮别人找东西，帮别人找东西，帮别人领香蕉。啊，抱歉，不是香蕉，是年终奖金。然后帮别人找小孩，帮别人找妈妈。这边就是教堂了，我们现在这附近找找看吧。点击右键操纵小黑，点击插件使用小黑搜寻功能。他是哦，居然有手摇警报器。小黑，你等一下，会不会挖出一根人骨呢？居然找到了，有了！工具人下班喽。第一次来聊天的 HEAYH， 你好，安安哦。可以开事务所收费，真的，大家都一直叫我做事。怎么变这样？我叫 Kyoko， 你是不是在找东西？我在找未婚妻的遗物，但怎么找都找不到。然后就这样吗？就这样。神父要我交给你这些东西。我来台北是要跟惠美父亲提亲，谁知道一切已经来不及。那他一个成就叫上帝睡着了吗？所以我可以跟他讲话了。
哦，阿祖，以后你要听阿姑的话哦。红仔飘，我突然发现 Kyoko 她衣服变干净了，她刚刚不是本来全身都很脏嘛，结果现在突然一秒漂白。你是去哪里漂白的？有没有什么？哎，这个刚刚没有捡到吗？哦，就是这个建筑物。这是日本时代的北车吗？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图鉴，看这个是什么。又是你，图鉴哦，台北去，是台北车站。其实可以在我们触发这个建筑物的资料的时候，就先把刚刚那个资料先秀出来啊，就不用只是给我们看一眼，那我们还要再点到点 ESC 这样。凶。车会让人是不是不会像我们上次玩那个失踪登山客一样直接一头撞上去？那如果挡在他的面前呢？啊，走不过去，有无形的墙壁走不过去。小黑怎么突然这么激动？小黑跑走了，你要去哪里？天哪！嗯 ？Kyoko， 哎，你怎么在这里？阿姨，你是？我是秋蝉阿姨啊。
阿姨，我妈妈叫玉霞吗？我跟你妈从小就很要好，我是看着她，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玉霞对你跟阿成相恋也很有意见，学生谈什么恋爱？阿成啊，我的头好痛，你妈头痛。台北州立台北第一高等女学校，该不会就是北一女中吧？亲子跟阿成在一起，阿成不会有出息，你根本就不懂。你们从小就是一对恋人，等从小是从几岁开始是恋人？讲清楚啊，阿姨。哎，小偷。又要当工具人了，阿姨，你怎么掰咖了？阿姨，阿姨为什么突然掰咖？又要当工具人啦！冲上松石安哦，这个戏剧动画感觉超适合来个配音。对啊，我也觉得动画画的蛮好的，可惜没有配音。战斗架势又摆出来，哎，从后面暗杀他，从后面要是可以从后面按三角暗杀，就神作了。天啊，这游戏还有潜行哦，真的有潜行哦。嗯，哈，哎。啊，不是，你根本就没有潜行，就跑过去而已啊。你跑步那么大声，他不能用走的吗？他不能用走的吗？一定要用跑步的，大大，你在潜行哎。
超级莫名其妙的系统。他不是根本就没有过来吗？他不是跑走了吗？为什么我失败了？他跑走了耶。你平常在调查的时候，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就在那给我慢慢走，潜行的时候你就给我跑起来，该跑的时候不跑，潜行这边给我跑，你就不能够让我就是 用走的或是蹲的吗？哎呦，摸得也太难了。嗯嗯。你跑回来干嘛？我根本就没有动，你在那边嘿？嗯，我根本就没有动欸，大大。嗯，垃圾堆旁边那个就是被抢走的行李。或许可以利用另外一个垃圾桶发出声响引开它，然后我再从后面按三角暗杀。石头。要松石安安咯。对啊，增加玩家的困难度呢。哦、我要去哪里找石头啊？不是，这也不是应该是满地是石头，这也是废墟，我应该随便捡都有石头吧？搞不好也可以捡到弹簧刀嘞。我有弹簧刀的话，还在慢慢跟你潜行。为什么只有这里有石头？啊，长按 Z 键。你可以丢超远耶，你们看这个神奇的抛物线，它可以丢超远耶。等一下，往这个方向，它一定不会那么简单就让我们过关。啊！等那个歹徒发现行李不见，你们看，他果然要追过来了啦！糟糕，赶快找地方，没得。阿姨嘞？为什么这边有人一直在抓屁股？阿布拉，阿布拉，阿布拉，
阿布拉在日文是油的意思。玄孙，你好油。饿死了，三天没有吃东西的 Pickle。你看起来很脏，你才脏，你全身都脏。嗯，所以他没有要触发什么任务哦。好油哦 ，Pickle。阿嬷的哭声为什么跟刚刚那个大叔一模一样？魏征嘛，哎，秋蝉阿姨。这个游戏原来是一个爱情故事吗？哎，现在有一件事情要处理，必须先去地大病院。哎，你掰卡呢？奇怪，阿姨怎么还没有回来？哇，你们家还有管家？之前 demo 版的时候觉得玩起来有点卡顿，但是今天玩正式版好像不会。防空头巾，防空头巾为为以保护头部以厚实的铺棉布缝制而成，主要使用者为老人、女性与孩童，为当时台湾人逃避空袭时的共同经验。你们如果有看那个哆啦 A 梦啊，或是什么漫画，他们在以前在讲那个空袭的时候，或是怪异黑杰克啊，讲到空袭的时候，里面的小孩都是戴这个防空头巾。小黑，你又在嗯？阿姨的行李怎么掉在这里？
你头又要痛了。我刚刚有很克制的没有把帕大碰喊出来。以前特高好像会突然来我们家，他们压迫感让人很不舒服，有种不祥的预感。林啸天，林啸天，他叫林青子，林啸天该不会是他爸爸？姐姐洋娃娃托梦给我说他在找你 ，What the fuck？ 我们被那个鬼娃娃缠上了啦！怎么又是这个娃娃？又是这个安娜贝尔？娃娃蓝眼睛好像在盯着我，马上丢掉吧！你就这样随便掉在地上。这游戏就有安娜贝尔桥段，那个蓝眼睛的人偶。奇怪，我们怎么连续两次玩的游戏都跟人偶有关系啊？哎，重点是这个游戏明明就不是恐怖游戏啊！请问你知道附近有锁匠吗？还不如就在描绘青子跟那个安娜贝尔的爱恨情仇。为什么缠着我们不放？小子老大到底是谁啊？自从假人之后，恐怖游戏必备娃娃。我们今天192人嘞，今天会突破200吗？
你们是不是该字体分裂了？各位粉粉们，一个人分裂，一个分身。今天开这个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人来看。刚刚不是有个箭头可以过去吗？这战斗架势完了，完了又要干嘛 ？What the fuck？ 前面着火了，旁边有消防栓，应该可以用吧？我应该可以把这个放下了吧？为什么要突然躲他？有点不能理解这个桥段存在的意义。到底是好像在没事找事做哎、欸，啊这边有猫猫，猫猫连叫声世界大声，怎么到处都是？是会瞬移是不是？快坏掉的铲子。在那边，我的，到底是好像，哎，有两个哎，不是，等等，我们要躲这个流浪汉的原因，不是因为他长得跟上次那个偷阿姨行李的流浪汉长得很像吗？所以才要躲他啊！他刚刚看到这个流浪汉说：“哎、欸，有流浪汉躲起来，万一是上次那个人就糟了。”然后看到这边有个流浪汉又说：“哎、欸，有流浪汉，快躲起来，万一是上次那个人就糟了。”结果搞半天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到底现在是只要看到流浪汉我就要躲起来吗？这个游戏到底是不能把猫猫收编当队友？对啊，为什么不能收编猫猫？连忙确认，这设定到底意义是？看一下我们玩了多久。1小时37分钟。嗯，我觉得躲流浪汉这个部分蛮没必要的，为什么？就直接让我跑剧情就好了。然后这个潜行又莫名其妙，是说我记得我们刚刚要拿那个铲子。查克拉引分身之术，哎、欸，这边有猫猫，
然后这个铲子呢， 我这边有看到有一个土堆，这边不能过去，所以我们要靠着这个快坏掉的铲子把土堆挖开才能过去。而且这个你们 看到这边有没有一个量表，那个量表要挖到满土堆才会挖开。然后而且在 挖土堆的过程中，这个流浪汉一定会一直过来，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要打带炮。那我想到上次玩那个 Home Sweet Home 的那个万恶巨链条，现在是游戏公司都学坏了吗？哎呦，一次就坏掉。我又要撑伞躲石头啦。哦，所以这是不用撑伞是不是？只要快点过去就好了是吗？细菌啊。猫猫。猫奴之家，可以带我去找手枪吗？最好是他听得懂啦，听不懂，不然呢？不然你对一只猫还有什么期待呢？赶快帮我弹石头，206人喽，耶！今天终究还是突破200人，很开心。我们今天玩不是恐怖的游戏，我知道大家比较喜欢看我玩恐怖游戏啦，但我们今天玩的不是恐怖游戏，是一款新的台湾关于二战的游戏。那很高兴今天还是。人数还是突破200，那所以我送在场所有人25MP， 谢谢各位，赶快把你们刚领到的25块钱拿去花吧，看你们要拿去决斗还是转轮盘都可以。那不知道 MP 是什么的人呢？NP 是本台的货币，那你可以来玩一些小游戏，或者是跟别人决斗，或者是来兑换本台一些小礼物。好，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NP 商店哦。那你们看台有 NP， 那订阅者的 NP 的订阅者的看台 NP 是两倍。我们讲个 NP 这边，订阅者的看台 NP 是两倍，那包括你的续订啊，跟那个小起点跟抖内都是有 NP 的。我现在是，我讲完之后有点痴呆。哦天啊，我居然是从这里开始哦 ！Oh my god， 居然是从这里开始。发完钱少20个人是怎样？你们要花 MP 要在聊天室用哎、欸，那个 MP 没办法用在其他地方哦。这死孩子！这么神准是不是啦？
红包停了就走人。终于等到 MPK 睡了，不行，不可以起来嗨，睡睡睡睡睡屁睡啊！现在才十二点半嘞，你们睡什么睡？哎，我先过去。他是到了没？阿喜，他是在带路吗？我的 GPS。又是蓝眼睛人偶，你这安娜贝尔，我总算找到你。What the fuck？ 怎么又是这个娃娃？太可怕了！哎，你还被他缠着、啊，他为什么一直回来找我？他不能用一般的方法处理，交给我。蓝眼人偶报道。哇好真的有耶1921年的蓝眼睛人偶 Aoi Melodin Go 是一首唱颂日美友谊的歌曲，歌颂美国以蓝色眼睛人偶跟日本的人偶互换的情谊。1927年美国传教士也在台湾推动日美两国儿童人偶交换活动，促进双方关系。
这份报道上提到台北有多名受害者因不祥的蓝眼睛人偶出现行为异常，真的假的啦？蓝眼睛人偶长得蛮诡异的。嗯，怎么有猫猫叫这么难听？该不会又要躲炸弹了吧？哎，你们不能摸不认识的猫屁股哎！猫咪是喜欢被摸屁股，但是不认识的，不可以随便乱摸。天啊，我又要躲炸弹了。欸，小胖橘。会不会太混乱啊？搜寻车辆。荒谬！刚刚小黑在挖地上哦，然后突然跑出一只胖橘猫，难道这胖橘猫刚刚在泥巴里，在泥土里面吗？抱起一只胖橘猫，10公斤。
抱着十公斤要躲过炸弹，我们死定了。你们看，抱着十公斤管没办法跑，死定了，完了，完了！天哪，我们该不会抱着这十公斤？我把干妈带去防空洞再接你。姐姐想回家，姐姐不想努力了。我可以就地死亡吗？初めまして。我抱了这一只。破电台用心好累，感谢追随的手 following。干妈比行李箱还重哎、欸。啊，这个狗洞小黑不是可以过去吗？天哪，我死定了啦，跑不动了啦。哈扣游戏，究竟等一下会不会跟伽马一起同归于尽呢？胖橘猫就这样安逸的，差点死去。好了好了，小黑你也该过来了吧？如释重负，小黑该过来了啦，哟。先等这边炸完。胖。看在你救我的份上，就没想收你为手下吧？就说了这个一定是傲娇。我觉得青子跟小昭配对比较好看，阿成随便。你们不觉得这两个比较有火花吗？是不是？这两个 CP 感觉就比阿成好看多了啊。好了，你不用找阿成了啦，找小昭就好了。哼，有时候你们偷约会都不跟我说，你都不跟我约会。小昭的意思就是说你都不跟他约会。
我发现小昭一直用着仰脸45度角，这个角度一直仰着脸讲话，其实脖子很酸吧。哎，不太可爱哦。二战时期人人都吃不上饱饭，橘帽真的这么居然这么胖，就是说嘛，百合大法好，没有错。小昭表情微妙。林啸天、大道城、港丁有一女林青子，就说一定是他吧。你又要头痛了。Thank you.